168厘米，体重48.2千克，三围83、57、84，星座双子座，爱好音乐、写作、旅行、睡觉。泡芙小姐最喜爱的颜色：黑色、黄色、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橙色、白色、粉红色、绿色。泡芙小姐最喜爱的食物：泡芙、麻辣火锅、烤肉、水果、酒。泡芙小姐的恋爱模式：网络、酒吧、旅行、地铁。泡芙小姐的感情就像这个鱼缸，空的。泡芙小姐想，如果里面有了鱼，也许……不是，啊！哦，你，我的鱼，对不起，我赔你鱼。不用了。要么我多买几条送给你。那条鱼是什么品种的？我说了不用。你总是这样泡妞的吗？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赔你鱼。不用了。你的车啊，对了，你在哪儿买的鱼？谢谢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再买一条。哎，要不我买了快递给你。没事，你接电话吧。
喂，你好，我想查一下附近哪里有卖金鱼的。我的位置啊，在九仙桥大山子路口向西。对，就是第一个红绿灯那儿。泡芙小姐不想向他解释这条鱼的意义。泡芙小姐知道，在城市的下面，那条金鱼一定还活着。因为关于爱情的预言开始了。